所以将将攻啥？问你明天是不是？对啊，他输入好像还没输入完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够久欸。要干嘛？你说改成指示猪是不是啊？哦，对啊，我说猫的指示猪很强欸，如果你有带猫的话，那我把上次开的那个伤害的那个去看一下猫指示会打多少，很多欸。防御耐冲。那我把什么改掉？精灵加护，准备提升下 up 啊！广域化友好。欸，你可以帮我回吗？我现在没有手回。你要回什么讲啊？我不能，因为已经在假日了，所以没办法驳回了。他说假日了，假日就是我已经放了，所以没办法驳回了。如果还没有放，就可以，就还可以撤。不能驳回。要车要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就车了。我找不到可以插指示珠的，傻眼。我那个时候是用超虫棍去试啊，所以很多个格子可以插。只是猪什么颜色啊？白的、黄的，我不知道什么颜色欸。找到了。只是可以到五哦。对啊，很强欸，我那时候就是插到五等，吓死了，北安了。好。觉得有点亏啊？为什么有点亏？他说的啦。哦，哎，七成好了，七成我就可以打字。好了，看一下。耐冲，我 MR 多少？423。刚刚在自言自语吗？我在回聊天室。快让你开台啊！当然啦、啊。我今天已经上课了，你就不会开了。先看一下嘛，如果之后上课都没有的话，就不开啦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叫他们不要听教授讲话来挂台，没有啦。什么教授？还是老师好吗？大学生很少。呀，抱歉，我是十大学生毕业。你好，绿茶牛奶安安，方安安，飞翔安安。张星云安安，凯欣安安，简嘉诚安安，宇安安，好没了，秀可以，等我下课就可以玩了。干，你也是一个中毒欸，昨天抓环境生物抓到不能自己欸，可怜了。
哎、欸，你装只是猪猫，记得换成烟火猫啊。我没装啊。哦，我以为你装。还没啦，不知道怎么配。一般的装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炮筒棍的话是装太多了，多余用不到的装很多。因为每就是每个都好好用。哇，像那个耐绝，我就感觉用不太到。耐绝跟投石珠我有装啊，我用不太到了。我没这两个啊。哦。后来发现，切地图抓到环境生物不算数，说不算数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抓到东西之后，你切地图不算在你的仓库内吗？然后不会按通知任务吧、欸？不会啊，那个不算啊。对啊，有吧？有啦。没道理，我有你没有啊？对啊。啊啊啊啊！他，我也没石头。抓了很多大金都不在仓库内，不是跟你讲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在仓库内。那就活该呀、啊！你就喜欢开那个到处看着就抓，看着就抓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、欸。没道理，我们有他没有。哦，我要烫死，我要烫死，我要烫死！哎、欸，我在傻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有傻，相信我。嗯。我手枪速度比较慢啊。我要看你打字打到我死掉，妈的！
你又活该啊！我没擦，那个没擦。多钱可以捡了，好爽、哦！金猴很可爱，可是金猴大小金又没差。金猴不会有大小金吧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说他抓了一大堆金大金啊。是哦。可是那个哪里房间好像叫不出大金的大小金的特殊种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房间里我只有大金的兔子跟小金的兔子啊，特殊生物呢？不是、啊、不是一般的环境生物呢？我说特殊的啊、喔，我的特殊是指那个那有成就的，有成就的可以叫大小金出来。那边死就是被洛斯砸死的。走。那、啊、你就关掉那个哈，很爱该耶、欸。自己爱开又爱该，你是怎样？我现在是偶尔才会打开的东西啊。哎，秀，你有空去把以前的任务也都解一解。一直狂抓，你那些自由任务都敢还不解一解？最好是顺便抓，你就是为了抓那个才开任务的吧？小远，哦，我人也好闷啊！哦，你看一下，这边还一大堆任务等着你嘞。动的兽龙就没了。我还要被怕的。神秘鱼很难钓啊，你要用陆上上钩饵啊。陆续上钩的黄金饵。陆续上钩饵，对啊。我都不吃。对啊，很苦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那个环境生物没抓啦，低能。嗯。
孽鬼啊！你给你看、啊、哦，孽鬼他应该会抓得很痛苦。不会啊，晚上我不是要先解活动才会有出孽鬼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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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、哦、不用啊。你知道晚上那张地图大凶彩龙就好了。哦，是哦，我以为要先解那个哎、欸，杰洛特的啊。对啊，我以为要先解杰洛特的任务。要啊。对啊，那他应该很痛苦啊。那个是不是用固定武器打吗？而且也很烂，这个又不好打。孽鬼，你看水母五只，毛级120只，看到没有？看我绝度毛级最多哎、欸，啊不对，火爆毛级最多哎、欸，17只。活动有两只猛牛龙哎、欸，还有大一种，有啊。我靠腰啊！我昨天打那么辛苦，昨天就是要打这个任务的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昨天是解大一种两次，然后猛牛龙再杀两次，跟个智障一样嘛。对，嫩，嗯，看你要这个也要掉啊，还有巨大种的大王旗鱼。看有这么多巨大种，我晚上第一集，解啥？那刷票啊，那个晚上再解就好，那个很快。刷什么票？调查团票 G 哦， oh. 还是你要刷珠子也行？我都行啊。是你要刷巨魔也行？我都行啊。把团票举好了。温泉金猴3只。哎、欸，我的金猴一只是那个18次才抓到，后面都是跟那个、欸、跟那个受残族交换东西，他送了我6只。哇！我不知道我抓那么辛苦什么意思的。没有，你一定要先抓到才会送你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你一定要有那个东西，他才会送你你有的东西。哦。他是随机给的。感谢生母的星星，我本来要睡觉啊，有人无聊啊，就醒了。你在说我吗？哎、欸，我那天是用什么陪你打这个的、啊？我也忘了，你爽就好，我爽就好。金火太，我来啦！所以我连前面 HR 不是泡泡的任务也要接起来吗？看你啊，你现在应该是没差了啦，就看你有没有收集癖好了。有些强迫症的就想把它解完啊。就是我。对啊，我也是啊，通通解完。我现在就是目标把那个吊饰全部收集完。什么吊饰？成就吗？饰品啊，那不是成就啊，就是饰品啊。就是要调查团票 G 的视频啊，我要全部收起来啊。哦，这就是一个强迫症。你首先先练习魔物的动作吧，那边抓小环境生物欠扁。
魔物动作都不知道，是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那你就全部打啊。到了周期，我这只好像大只哦，真的很大哎，它尾巴很粗。软了吗？软了，软了，有软到，软到。这是很多哦，小心哦。我的天哪！这只是又毒又痛。熬过这只后面就随便了，萤火超好打。太扯了吧、哎、为什么你的画面都不会晃来晃去的？为什么你画面会晃来晃去的？你知道一个新手问我为什么画面不会晃来晃去，我很难解释、欸，你的超级晃，为什么？你的滑鼠就跟你讲说你的滑鼠键盘那些问题哦，不要玩笔电了啦，借、欸、口一大堆。不要玩笔电也是在说我呢。不是啊，就那天他 Ctrl 按下去，跟我讲说他按了，按杀小，他的石头都在身上啊。懂吗？怪。傻眼呢、欸？不可能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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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啊！换武器，换武器。他是真地痛啊！